Dis-moi que si tu es là, ce n'est pas juste pour mes jolis yeux. Dis-moi qu'au-delà de ça, il y a d'autres raisons qui te rendent heureux. Dis-moi si tu aimes bien nos paresses et nos matins d'amoureux. Dis-moi que c'est un début, mais que tu vois déjà la suite à deux.我刚说了个开头，我要重新录。嗨，给你放出来。你不会再录吧？对啊，再录啊！大家都把你放出来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不要！别！我要走过去。我瘦的一个大屁股。没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今天我就是点了一份那个牛肉堡，然后主要是因为。小叔叔给我寄了那个很多零食嘛，所以就想把它录掉。然后这边是两个，奶酪包，一个是抹茶的，一个是原味的。但刚才因为它，奶酪包就是外面包了一层纸嘛，然后它就是奶酪都是粘在那个纸上，然后我就舔了一下，这个好像里面还有那个芒果味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秘制的鳗鱼丝。然后这边还有什么曲奇啊，然后这个，然后一些小零食，等一下再吃。然后我就先吃了。说的那么轻就放飞自我吧。哦，好，我还没找感觉有点尴尬。老婆帮我喝哪个？你要说喝了果汁啊？嗯，好。那我们谢谢你的。在那个麦旋风。麦克风。麦克风吧。麦旋风是蘑菇精灵。那个不是麦茶德吗？麦茶德。哦。麦茶的。麦那么麦旋风是哪里？麦旋风不知道，麦旋风不是那个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不是那个吗？就是那个啊，麦旋风是，那个、不是那个冰淇淋呀、啊？冰淇淋因为我们上午刚体测完，除了爸爸明天测，然后他们就去食堂吃了饭。那这个鳗鱼丝感觉蛮辣的、哎、好吃，有一点点辣。
水吗？不会，就是这个音乐啊，那个 Can you be the 那个那个那个哦哦哦，被吹了那个、那个、那个出场的那个音乐。嗯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吵吗？这么大声？没事的。没事的。陈伟霆。刚才也在想他们俩的歌。我感觉蛮期待这个搭配。我也想看他跳，我之前还去 B 站特地去看了那个视频。哎呀，这筷子实在是用不来筷子。来不及，不能输。前面的，老早听过这个。我还以为他也跳过。
刚才相机又倒了一下，把饭全部都倒到里面去。感觉有点油，这样子吃比较好。小师妹和大师兄了，那时候迪丽热巴还有那个刘海，对，他是跟洋娃娃一样那个时候，对。噎到了，这太难，用不惯筷子。是不是？嗯。先吃了粉，最好吃了。好热，我把饭全部都倒到汤里面去了。我吃的好热。在吃什么棒棒糖呢？怕这个东西什么？就是那个神秘箱，你记得那一次吗？他那个表情，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是吧？对。五十米啊，哎，我记得以前 CCTV 有一个购物的还是什么购物的节目，也有那个恐怖箱。嗯，我也记得有个购物，对吧？二台的那个购物街，对，购物街就是也是那个。也是那个恐怖箱，很瘦那个，对对，很瘦戴眼镜的那个奶奶主持，是不是高什么东西？高博还是？哦哦哦，对对。那些小学生在家里复原，都是，是吧？我最爱的节目还是那个，那个什么东西啊？对对对，交换空间。那个也是那个，那个是胖胖的那个叫什么？这个吃掉，这还有一点点。超级香的。
别打了，行不行啊？就是。好吧，又在斗地主啊。对，他老是喜欢一边看跟我们看东西，一边在斗地主或者在写作业。还要看综艺。综艺现在很不看。热巴也答应来了。